今天唠唠又来探班甜蜜的任务啦，现场这置景简直太优雅太梦幻了。咦，这是什么呀？仔细看一下，居然是为便利贴女孩陈乔恩做的小置景，导演组这个细节也是做得很到位啦。导演正在和主持人对环节，听说这些衣服都是导演的宝贝呢。乔恩来了，乔恩来了，真是好有礼貌呀，还和唠唠打招呼，真是元气满满呀。更多节目内容可以在11月4号上午10点锁定芒果 TV 甜蜜的任务。快来参与节目，赢得唠唠手上陈乔恩的签名照吧！